玻璃缸。玻璃缸，打薄一点哦。不愧是你，那个浓度要高一点。早期的八分哦，玻璃缸。有啦，伊迄个金龙有咧卖，迄个啥除草器，什么那个除草的，嗯嗯，它一开始有针对草而已，其他一般农作物它没有。我们看一下哦，这个墙壁上面绿色的这一种植物啦，哈，植物，嗯，这个叫做豆碗青，是一种昆虫，这个在吃绿色的，只要是绿色的，它都喜欢吃。这个叫做浮石蕨。爬在石头上面的草叫做浮石蕨，但是它也会爬树啦，吼，这一种房子也会爬，哎，房子墙壁都会，嘿，这个是泽兰，这个叫做基隆泽兰，哎，这个是一种蜜源植物，蝴蝶很爱来的。好了，我们慢慢往下。这个水沟旁边，这个也是上面那个吗？